小刚。你不是正人君子吗？你不是很爱一凡吗？你说话呀！你不是不会伤害他吗？你说呀！啊！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啊！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不会伤害他吗？结果你做了什么事啊？你说呀，伪君子！大家都说你是好男人，当初一凡选你，我也认了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可是我跟你讲过，如果你对一凡不好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做了什么事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跟如玉上床，你春风得意啊，你很开心啊，你。还手！你以为不还手我就会放过你？啊！我不还手，是我活该。一凡他在竹青那里吗？他在地狱里，是你推下去的。没错。喝吧，痛不痛？跟一凡的痛比，这又能算什么呢？你是活该的。是，我是活该。有一次，一凡问我为什么要喝酒，结果我回答不出来。你知道一凡怎么说的吗？一凡说，喝酒好像帮心情洗澡，心情洗得澡，开心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开心，而难受的事情都会变得很模糊。为什么他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变成好的，连喝酒都是？这就是一凡。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有时候我真怀疑，他是不是根本看不到这个世界上的丑恶。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，他让我想为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可是我搞砸了。我也是。一凡是这么好的女孩，我们却如此对待她，我们都好残忍啊。我离过婚，有个孩子，可是他没闲过这些，反倒全心全意的相信我可以给他幸福。小高，要怎么样才能挽回呢？喝酒。如果真能挽回的话，一凡会离开我吗？我没有，是一凡阿姨自己把钥匙给我的。哎，乖乖，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找一凡阿姨啊？我不找她，我找爸爸。妈妈说爸爸在一凡阿姨家。你妈胡说，你爸爸才不在一凡阿姨家呢。那他在哪里？妈妈说爸爸不要我们了。乖乖，你妈妈这里生病了，你别听她胡说八道。我妈妈没生病，你是坏人。你妈妈才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哈，你回去告诉你妈妈，一凡阿姨啊，就是被你妈妈气到生病的。还有，你放心，你那个没出息的爸爸呀，永远都不会再跟一凡阿姨在一起了，永远都不会。
一凡姐呢？有事不能跟我说吗？一定要找一凡吗？我只是随便问一下而已。哎，瑶瑶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你觉不觉得最近有点不大对呀？有什么不对劲啊？一凡姐老是不来公司，朱晴反而来的勤快。你说这角色是不是给人霸占了？没错，是有这可能啊。哎，那不是表示我们以后就要在朱青面前工作了吗？哎，这样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哎，要是觉得日子难过，可以不要做啊。啊，他怎么会听到的？我搞什么呀？公司怎么会装监视器啊？喂，在哪儿？喂，你是不是？不是。坏了。他是谁啊？请问你们一下，这里有没有一位叫田一凡的小姐？有啊。这花是送给她的，麻烦你们签收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给我看看。这是给一凡姐的。送给一凡姐的花就在垃圾桶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一朵花代表一句对不起，直到你原谅我的那一天，永远爱你的韩薇。糟了，一凡姐和韩薇出事了。撤回家。我不想回去跟如玉在一起，又不想离开这里，在这里才能知道一凡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只好这样喽。那干嘛不离开这里呢？我每天都在这看着一凡的窗口，希望能够等到他回来。你们还真有默契啊，一凡就知道你会等他，所以他才不愿意回来。一凡还在你家？朱青，你能不能劝劝他，让我跟他见一面好不好？你以为我没有劝过？我劝了，他不想见你吗？不过他有话带给你。什么话？他叫你回家。乖乖打电话给他了，所以他才希望你回去啊。哎，你们大人闹别扭，不要波及到小孩嘛，害得乖乖都见不到爸爸，这样不对的。难得听见你讲话这么懂事啊。哎呦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一凡说的，我只负责传话。我走了。回去了，应该是吧，至少我没有看到他的车。不过呢，我也跟你说实话，如玉还在他家。可我觉得韩薇对你好像是真心的，但如玉又住在他家里，这么说八成如玉说的才是真话，他们两个还是复合了。这也挺好的。好什么？我一想到这个啊就生气。
明明做错事还不肯承认，哼！我最痛恨这种没胆量的男人。你也别骂韩威了，我现在想想也挺能理解他的心情的，他只不过想逃避。逃得了吗？哎，李香，你感冒怎么还没好啊？要去看医生的吗？没事没事。行了，你别看着我，我不是答应过你要去看医生的吗？要不是我跟小刚约好了，我今天就陪你去啊。得了吧你，别说的那么好听，我看你呀是见色忘友的。我跟你道歉行了吧？今天是我跟小刚的周年了，实在不想带个电灯泡，不然就找你一起去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去两人世界吧，我没事的。那先走了，去吧，再见。你到 X 光室去一次，看一下。好，快点啊！姚医生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这样吧。你先去做个 X 光的检查。听我说呀，我跟你没有结果的。你听我说，我一定改，我有毛病，我一定改。放开！哎呀，你千万不要！我传染给我的，你知道吗？多危险呢！不要这样，我不会给你的。哎，亲爱的，你不能走，你别对我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放开！哎呀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你听我解释。没有用的，再说什么也没有用的。你听我说，你一定要听我说，千万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，亲爱的。走开啊！我不能没有你啊。我希望你联系到你的亲戚或者朋友，这样你们可以共同的来面对这突然的意外。意外？什么意外啊？刚刚我们帮你拍了胸腔和腹腔的 X 光片，发现在你的肺部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已经遍布了癌细胞。癌细胞？田小姐，你得的是肺腺癌，而且已经在血路的转移之下扩散了。肺腺癌，肺腺癌是肺癌的一种，这种病好发于女性。可是我不抽烟呢，为什么会？这种病只是基因的问题，如果你有家族遗传，或者你本身就是支气管病的人，这对于肺癌来说也是高危险群。虽然已经是到了第三期。但是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控制。我可不可以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？三个月到半年。Thank you.
一凡，你起来了吗？我要上班了。一凡，喂，要不要帮你请一天假？一凡，小姐，你一个人吃这么多菜、啊、我就是想吃，怎么样了？你管的也太多了吧。那你慢慢吃啊。怎么样？手机也没人接。哎呀，怎么搞的？昨天晚上都还听到他在房间里的声音，一早起来人就不见了。我还以为他去了公司，结果公司也没有，电话也不打一个，跑去哪里了？一凡，怎么搞的嘛？我还以为环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这种事哪有这么快啊？我反而担心别的。Thank you.
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来问候一下两位。没事啊，田伯伯再见啊。有一凡下落吗？没有，到处都没看见。是啊，我打这电话，田伯伯差点都起疑心了，还好没有露出马脚。他一整天都没有跟你联络。别提了，我打他电话打了一整天，手都肿起来了。他关机啊？你说一凡手机关机啊？也可能是手机没电了。他会不会已经回家了？家？哪个家？笨蛋，当然回自己家，不然还去哪个家？一凡，一凡，啊！你们都来了，你把我们给急死了！噔噔！哇塞，哪来那么多花？人家送的。谁啊？当然是追我的人喽。谁啊？哎呀，都已经跟你讲追我的人了，还问那么多？你也真是的，要么你也给我们一通电话嘛，我们打你电话你又不接。约会约得太开心了，就忘了打电话给你们喽。喂，我们到处找不到你，你约什么会啊？是啊。喂，你倒是说啊，你跟谁去约会了？哎呀，我只不过没有打电话，你们干嘛跟拷问犯人一样问我？我们担心你嘛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体不好？我们还以为你在街上晕倒了呢。我怎么会在街上晕倒呢？这样就不美啦。对呀，像我这种美学主义的呢，一呢我不会自杀，二呢我也不会残害自己，我呢一定会让自己美美的，这样你们放心了吧？放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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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放心了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难道一凡真的有别的男朋友？我才不相信他的鬼话呢，突然冒出个什么追求者。可是那些花当然是他自己买的啊。喂，可是他买这么多花不是很无聊啊？是啊，甚至还要捏造出什么追求者，不懂。我要回电视台，我送你们一程，上车吧。好啊。你笑什么？我终于见到一凡了，看见他好好的，我很开心。喂，一凡有新的追求者了，你还乐什么？只要他好好的，跟我或者跟别人我都无所谓，只要他快乐就好了。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朱熹没来吧？没来。没来就好。你也会有烦恼啊。喂，老兄啊，我也是人，哎，我一样要吃喝拉撒睡觉的，我又不是神仙，怎么会没有烦恼呢？当时我看你挺稳的，没烦恼的应该是你吧。本来是有的，现在忽然觉得都不重要了。我不重要？你跟一凡讲上话没有？没有啊。见过面没有啊？那天之后就没有了。喂，你这样还没烦恼啊？我要是你啊，我早急疯了。哎，你来见我想打听一凡对不对啊？对啊，想知道他现在还咳不咳，病养好了没有，有去测上班了没有。这个我也没见他本人的面，不过听朱青讲他已经回去上班了，应该状况还不错。这样我就放心了。我说你还真挺奇怪的，你为什么不试着跟他讲清楚呢？我曾经试过，可是一凡他并不肯接受。这件事情就只能让他自己来解决了。反正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会一直等着他的。雨好漂亮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说好的，拿样品过去是不是得罪人家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哪敢了。那设计师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呢？一定是你说了些什么。你自己打电话给人家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不先弄清楚情况怎么打电话给人家？
你说你是不是过去说了什么？我一直都很有礼貌啊。瑶瑶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是也不能拿同事出气啊。乔可真的是无辜的。我哪有心情不好啊？你打电话的时候我有听到。你偷听我电话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分手总是会难过的，但你真的不要拿小可出气啊！你太过分了，瑶瑶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对不起，你怎么可以把东西砸在公司同事身上呢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还说不是故意的，难道那东西自己会飞起来吗？我已经说对不起了，还要怎样啊？喂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不要以为你当了婚礼总策划就可以爬到我头上来喽！我并没有这个意思，你不要污蔑我。我告诉你，要当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呢，就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别把私底下自己的心情发泄到属下的身上来。啊！你干嘛？拍照啊！拍什么照啊？拍你们生气吵架的画面啊！生气有什么好拍的呢？我看你们吵得不可开交呢，我就打电话给一凡姐，一凡姐叫我把你们生气吵架的画面拍下来哦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一凡搞什么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哎，一凡姐，哎，没有看过自己发脾气的样子吧？一凡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看。一凡姐，你的脸色好差啊。有吗？哇，原来两个女生发脾气还这么漂亮啊！就是啊，瑶瑶发脾气也是很美的呀。少恶心了。朱青也是啊。哎呦，还好啦。好啦，你们两个为什么吵架？你问瑶瑶。一凡姐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本来我让小可拿样本给设计师送过去，但设计师突然说他不做了，我想会不会是小可得罪人家了，所以才发脾气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说的那个设计师应该是小江吧？对啊，就是他。那小江就是这个性，有点艺术家的特质啊，又有点怪癖的。没关系啊，你打个电话给他，跟他讲客人都很称赞他的设计，我保证他一定乖乖听话。是吗？嗯，你去试试啊。那我去工作了，嗯，走吧。好。哎，我真的搞不懂你。哎，瑶瑶的情绪又不太稳定，你干嘛还要升她做婚礼总策划？给她多一点磨练嘛，没有磨练，以后怎么能够承担大任呢？没错，那现在我们公司才多大，你搞得两头车马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带。你吃醋啦？其实我把瑶瑶调上来，是希望她以后能够分担你的工作。分担我的工作？怎么，你不要我帮你了？正好相反，我要把角色完完全全的交给你，所以才训练瑶瑶来帮助你工作的。交给我？那你要做什么？嗯，什么都不做了，在家享清福啊。不对不对，你该不会是想把角色卖掉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朱青，即使我人不在角色了，我也不可能把它卖掉。我宁可把它留给你。说的什么话啊？为什么你人不在啊？人又不会一辈子活着。我，哎呀，没错啊，可是你也不是明天就会死掉啊。干嘛说的好像在安排后事一样？不说这个，哎，李亮，哎，帮我跟朱青拍张照啊！好啊，啊，注意看镜头，一、二、三。干杯！来。啊，这给你喝，我不想喝。我又不喝这个，你给我干嘛？我不想喝嘛，如果你不喝的话，就浪费了。喂，干嘛你不喝不叫浪费，我不喝就叫浪费啊？因为你疼老婆嘛，舍不得让人家喝不喜欢喝的东西啊。嗯，嘿，你还真搞错了，我这人呢只疼我自己，谢谢啊。你敢？来。哈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们两个真是绝配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还早呢。
都还早啊？你有事一凡随便让你拖着？我，朱青啊，那你打算呢？我啊，我不嫁给他。嗯，不嫁。喂，你既然说不嫁给我，那我说还早，你骂我干嘛？你打我干嘛？因为呢，只准我不嫁你，你不准不娶我。朱青，温柔点行不行啊？报应，袁小刚，这就是报应。哎，一凡，这样好吧，要不我重新追求你算了。反正呢，你现在也不要寒微，你要喝哪杯随便你。我，你还敢乱讲话？什么叫做一凡不要寒微啊？想死啊你！喂，拜托你别这样动手动脚的打他呀。哈，谁叫他净说些不该说的话？韩薇跟你呢？现在不要提韩薇好不好？我讲的是你们俩的事啊，到底想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是啊，如果我们两个没有闹分手的话呢，也许大概十年以后吧，十年以后结婚。那我就看不到了。为什么？是啊，你是要出国还是有什么打算啊？哎呀，出国可以回来的嘛。那如果他嫁到国外，就不会在十年之内就回来啊？没有了，我只是想看到你们早点结婚，因为有很多事情，一旦错过就没有机会了。我想这样。朱青啊，你要好好跟小刚在一起哦。好了，小刚，我呢就把朱青交给你，你要关心他，爱护他，还要好好珍惜他，知道吗？再见。站好了，好好好，准备。哎，女儿站中间来，看哪边，看哪边，看前面。好，一二三。看看，看一看啊！哎呀，爸，你闭眼睛了？没闭，你妈闭了。真的闭了？我一般对好镜头是睁眼睛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再拍一张吧。啊，一凡，今天不是星期天，你怎么有时间带我们出来玩？想你们呗，想你们就带你们出来玩了。哎，这当然很好了。哎，就是你过去没带我和你妈出来玩过，你欠我们的啊。哎，一凡呐，韩薇怎么没一起来呀？他要上班，怕他没时间。好了，做你们平常的样子就行了啊！再拍一张啊！蹲着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抱着妈，抱着妈亲一下。嘿，难为情，握着手这可以啊。哎呀，快点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。哎，你跟你妈一个人来一张。来一张，来一张啊！哎，你妈喜欢这样的，过去。你才这样呢，你才这样。我给你打把伞，过去就这样。我拍好了，拍好了啊！好，让我看看，拿看，没闭眼吗？没有。来来来，让我看看，挺好，挺好的。哎，正好你看看，哎，不错的。再过十年，咱们再看这个照片啊，那就不对了。好，你看。哎，这张好，这个。嗯。哎，你看你这什么动作？你这是？你怎么了？韩薇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走了，不用来找我，因为我们是两个没有缘分的人，就算勉强也不会有结果。谢谢你送的这片贝壳，但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另一片贝壳，现在还给你，你应该去找到它真正的主人，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，好好照顾乖乖，
给他一个幸福温暖的家。也许你一直否认，但如玉其实是个好女人，你们不是不能相处的。只要给她足够的安全感，她会是个好妈妈、好太太的。由衷祝福你们三个，共组一个温馨美满的家。我也要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留作美好的回忆吧。鞋快换上！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你在生气，你气呀，我不气。来，快换上吧。那个洗澡水已经弄好了，一会儿啊，洗个热水澡，舒舒服服的。我现在就给你做饭去。你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我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你不要来烦扰我生活，好不好？我这也是关心你嘛。你这不是关心我，是对我生活的骚扰。韩卫，你根本就是搞破坏，你搞得一凡躲着我不肯理我，这下如愿了吧？这下你高兴了吧？你和田一凡没有结婚，我现在也是单身，我们都有权利追求你嘛。你要真想争取，就光明磊落的去争取。为什么骗一凡说我们两个发生关系了？我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反正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自己胡想的。如玉。做都做了，不要再狡辩了。有胆子做，就要有胆子承认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定了一凡了？没错。就算是田一凡，他真的跟我分手了，我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了。好，我走，我再也不来烦你了。我带乖乖走，我再也不来烦你了。
承认，不敢释放我的真情，所以我相信也会是你的问题。太多太多的激情，闯进尘封已久的禁地，让我们失去选择的余地。是你相遇，我会用感觉拥有所有的你。是你决定我的伤心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。如果我们还会重新相遇，我不会让你决定我的伤心。是你决定我的伤心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。不会让你决定。